你这次啊，一定要多拍些照片，给我们大东村好好宣传宣传。嗯。小满，哎呦！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学弟苏子峰。原来你就是子峰啊！我经常听小满提起你。你好。怎么回事呀？是。我来帮你。谢谢小满，谢谢。 像小满这样单纯美丽的女孩，真好。嗯，我倒是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。是吗？子枫，你喜欢吃什么就自己拿哦，别客气，当自己家。这阿姨自己做的包子好吃。谢谢。哎，阿姨，你做的包子真好吃。 让我有种自己家的感觉，这么快就来喜了。那你呀，把这就当成自己的家啊！嗯。既然这么投缘，不如你认叔叔阿姨做干爸干妈吧。有这个必要吗？那我就是你姐夫了。我爸妈呀，要是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啊，做梦都会笑醒。 请吧，给叔叔阿姨敬茶吧。我真的会谢谢你。别了，来来来，别客气。哦，哎哎哎，怎么了？好烫，没事吧？小姨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吹吹吹吹。我看看。没事，现刚他也不是故意的。真是马马虎虎。我带你去用凉水冲一下，走，来去冲冲。 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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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小李，没事，吃包子，谢谢阿姨，快吃。庄小满，他是故意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疼吗？不疼。还好伤的不严重，不然可怎么办呀？我没事，宪哥也不是故意的。林宪也真是的，都怪他不小心，不然可怎么办？ 滑板还留着呢。子枫，你马上开学了，跑哪儿去了？快回来！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我在追求我的幸福呢。太久没练，我都不会了。没事儿，有我在，我肯定让你重新学会的。 庄小满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地里呀？问你，哎，地里今天没有活了呀。那你机会了吗？我爸早上喂过了。哦，那你继续玩吧。 哎，林宪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？是啊，宪哥，小满的滑板就是我教的，你想不想学？ 不用了，没兴趣。怎么这么不合群？我们继续吧。好，上。妈，哎，你看见我滑板了没？没看见。 奇怪了，哎，林宪呢？他呀，出去了。他说到小卖部找江浩了。
那我去看看。去，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我就不信，我还学不会了。不就是滑滑板吗？谁还不会呀？